各位兄弟们，金刚经严固的解释啊，今天现在讲到第四十五页，第四十五页，两就是解释第三堂的疑问呢，前面讲啊，既然是因果皆无相，两般能够寻求佛果，有啊的说法。有的有说，人人何在呢？一个疑问解释完毕之后啊，就高量显身。现在要讲的呢，就是讲高量显身。上次讲的就是释义，把疑问解释清楚之后，讲把一般谈到那个真空的脱离呀，有次出空。因为讲话，这些按呢思想上的修行，这些唔系就冇必要修啦，唔系按呢。所以那里的有相布施的福德，老里的受持金刚经修把这个福德来相比较一下。是人提的讲话，把这讲无相啊，唔系完全把相消除，是他们在相上。莫粗糙，唔会执着，就是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下面个高良先生的文字啊，就说明讲话，莫偏于空的一篇啊，要空有引用。所以在四十五页个介绍上一开头就讲，你高良先生。一个第二就是从第三堂的释义的文章来，第三堂的释义啊，把第一堂就真解释这个疑问，疑问的话已经解释清楚了啊，然后就拿这个有相布施以修把这个功德来互相比较，或者高量啊，显示修把这个脱离能够同他。金刚把这个意义啊给福德升高有相福德多多，所以解释香港上面无为之法不杀其杀，穷人偏欲一向恢复年高，其的法虽不可其杀，亦可下年一逆，以受持者福德不空，故高良显身令人受持言说以其菩提。然后我解释这个高良显身的经文之前，主角先说明这个高良显身的意义啊，跟上面既然说明这个修证无上的菩提果果，这就是说起这个无为法啊，这个无为法嘛，不杀其杀杀观杀啊，就是讲吧，一个无为法的脱离不可弃不可杀，所以不是不杀弃杀。既然无上菩提的无为法不可弃不可杀，讲怕有人谈到之后啊，就这些案例，因为讲这些思想上的研究，这不是就可以消除它吗？所以穷人偏用一向恢复年高，讲怕有人就谈到这个把这个道理出空啊，就一向讲了干呢，沿着思想上不是修啊，该说把这个佛所说的因缘文字的高啊高套拿了溃棒消除溃废，废就是废止啊，把这个文字方面呢完全废止，只是错误啊。并没安呢，其的法虽不可弃杀，亦可下人以逆。是人人唔敌的讲话，其是反问词啊。唔敌的讲话，法虽然不可弃不可杀，他呢可加了个人人文字来弃真来求真逆，下加的意思，加加。也可以将那个人人文思所谓文思把这啊，从文思把这来去观照，将人真的是想把这，
所以可以加这个演说来争议这个思想把这个道理。而晓得修持金刚把这个道理的人，晓得修持这个经典的人，这个福德不会恐高极其殊胜，所以福德不空。因此之故呢，经文多年未来啊，先高量显圣，显示修持把这个功德极其殊胜，令人修持，令人言说。从一方面修持这个金刚把这经，修即修才坏，持因此不失，把金刚经解脱离谬误，即修才心坏，因此莫不亦有所损失，念念不忘。该就是该人此家以金刚经去脱相修持，该为是修持言说。就讲不念堂，脱离名牌之后，该说不念堂。由此啊，加持加数持的功德，有了言说托念的功德，由此能够七向无上菩提，七向能够七向到无上菩提啊，就是讲能够达成那个神佛的目的啊。你看，就是我讲那个高亮先生的经文之前呐、啊。先简略细说经文高亮先生的用意。经文讲，须菩提，以意云何？让人满三千太前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啊所得福德，能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心，是故而来说福德多。若复有人以此经中受持乃至希冀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高亮先生的经文。下面有注解，看点注解来帮助解释。主教行一开头就讲，佛贤及师父门子，是讲师尊讲多点未来，先提出世间修复的法来问释菩提。那么经文就是讲，释菩提以一云何？让人满三千太前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世人所得福德，能为多否？这一段。就是假释尊问释菩提的法，哪里的世间修复的福德啊，所得的福德到底有几多啊？所以问我的福德多么多否？否是疑问词，讲这个福德很多么？来问释菩提啊。所以主教讲，为若有人啊圣满太前世界七宝为师，得福多否？经文的意思就讲嘛，假天世间上还有一个人，把七宝啊，满满在三千太前世界内，满满太前七宝拿来布施，你想两个布施的福德很多么？否，你们知。用太前世界慢慢的去布来布施，你看这个福德很多嘛。这个布施的思想啊，也是一种假听啊，因为实际上是拿普通一般凡人来讲，当然根本是没可能的事情啊。而且目标慢的去布都上去不容易的了，何况要把这个太前世界慢慢的去布，该哪有可能的事情呢？不过
应当爱地呀。如果是太菩萨，八天以上的菩萨，既能变化，该不就有可能？有可能用太浅时间圣满去波罗布施，那么普通凡夫啊，当然无可能。你要只是记住那个，布施的分量宝贵又多，拿来做比较的是。主界行啊，现在是个三千太浅，引证其下论个相。其实胸腔讲了个三千太前世界的名相，所以主角讲三千太前者，其实起源，其实起行讲，经文讲三千太前世界，用办完了三千太前呢，主角认真其实论个胸，起胸，其实论个起胸腔啊。有了一首气象，关于气象论气两个名相啊，等了一段经文的解释讲完之后，还有时间呢、将这个来加以说明。现在只是顺着文字做解释啊。气象相第八度分别是人品上有讲，西太祖日月，苏弥鲁玉天。凡事各一钱，名一受钱阶，次受钱钱辟，说名一种钱，次钱辟太钱，改同一神法，都改同一神法为止哈。俩就诶，其实论个气象个言文，就其实论个气象个。说明三千太前世界的气象的年文啊，潮流下来啊。用八路太前世界呢，从小世界算起啊。西太祖日月，就是讲一个世界啊，按照一古印度的文化的说法嘛啊，讲一个西太部族，一个西太部族，以西米山为中心点，东边东胜神族。南片南瞻部族，现在我们带个手猜就这个西太部族讲就是属于南瞻部族，属在南片，西片西牛贺族，北片北吉鲁族，两个西太族就是一个西密山的中心点，周围有西太族，穷一个人呢，穷一个人呢，一个小世界啊，一个西太富足，一个日石头运转在空中的日光太阳，一个日光安不是个太阳，一个小世界就是一个西太富足，一个日，一个日苏米鲁啊，就是西米，就是西米啊，秋一西米，新一按照苏米鲁，苏米鲁。苏米鲁就是西米的比较哈正确的梵音啦，印度的梵音嘛，因为讲用苏米鲁比较哈正确，西米呀、个梵音比较冇按正，比较哈属于那个西西域的突音啦，所以 Q 一西米山，先要那苏米鲁山。所以那个苏米鲁就是西米山啦，就西太部族的中心点嘛，以西米山为做中心点，周围有西太部族，玉田就是六玉田，玉界有六玉田玉界的田有六层，从下面西田往前再往上哈，有陀利田、亚摩田、斗士田、花落田。都塔发自在田，塔发自在田为玉界的田最高点，所以一个西米山上面有六玉田，凡是各一钱，凡初三个太凡田，十个初三田呢，初三有凡中田、凡富田、太凡田，就是说
一该除什么该什么田呢、啊、太房田以下除什么该太房田以下一该小世界就按这个范围。简单讲哈，一该小世界啊从世界田的除什么田除什么该太房田算了哈。下面有柳玉田，有洗米山，有西太富足，有一个银年啊，按理按了一个小时间啊，两一个小时间呢啊，有一千个啊，凡是各一千太房田的时间算了哈啊，按那个小时间一千个，一千个小时间名一小千个啊，一千个小时间按了一个小钱时间啊，一千个小时间就是前面讲的一个房田，一个六玉田，一个洗米山，一个西太不足，一个营业按了一个小时间我有一千个，一千个小时间就按了一小钱时间，一个小钱时间啊，按了初三天过下来啊，就是一个小时间，一千个初三天以下按了一个小钱时间，次小钱钱币你按那个小钱时间加一千个，就是一千个小钱时间啊说明一种钱啊，一千个小钱时间按了一个中间时间，次钱币太钱就加一币，中间时间又加一个一千啊，就是小钱时间一千为一个中间时间，中间时间的一千按照一个太钱时间，怎么能讲个三千太钱时间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太钱时间，因为一个太钱时间当中啊有太钱中钱小钱三次年前呐、啊，太中是有三次年前，所以咱们按照三千太前时间，莫乌会话多讲话太前时间三千个，没按嘞，没按嘞啊！一个太前时间啊，就是太前时间为一个太前啊，中前时间有一个钱啊。小钱时间有一个钱三次年前，小钱中钱太钱三次年前按呢按到一个太钱时间，所以三千太钱时间就是一个太钱时间啊。改同一身份两个地方说明讲话两个三千太钱时间的范围内，寻求也充一个时间，本人基础也充一段时间，搞多快夹也充一段时间啊，变成虚空也充一个时间，世界有神出坏空啊，也个三千太前世界充一个神出坏空，神出坏空都同时也就其他论讲，所以最后一句总结讲改同一神坏一个太前世界的范围内，神超本人基础多搞多快夹神超快空冲一下时间，冲一时间，所以同样冲一个时间搞神夹之快夹啊，三婆时间啊，你现在时间问你佛教化的三千多钱时间一个三婆时间，神超快空冲一下时间啊，两就是解释一个三千多钱时间的名目啊，七波把那个三千太前世界按太假的世界一个太前世界内变慢慢的七波，七波阿弥陀经也有啊，普门品也有，金曼云那琉璃玻璃几起插足马诺啊，只是抽脚七数了，他一个名目多少有没有完全中央，不过金曼琉璃是一天都有的呢啊，个慢慢的起步那条故事啊，空城以为起步最真三千世界有最广啊，下面也是解释讲话释菩提答复的话啊，因为佛门讲话三千世界起步
慢慢那类布施也该福德很多嘛。能为多福，这就能是啊，你们吃，那你唔掂很多嘛。福啊，福是你们的饭，嗯、啊，咁你慢慢睇全世界嘅直播，那类布施该福德啦很多嘛。下面是菩提嘅答复。释菩提人，信道师尊，哦，几千多啊，多到冇办法好计算难度啦。信道，又问讲多呢？主教响解释讲，空神意味，空神就是释菩提啊。释菩提嘅意思像安尼想，我七波是最珍贵嘅啦，七波最珍啊，现世界嘅布施嘅物品最贵身，最贵身，珍就是贵。啊、用金元灯七宝来充满啊，一个七宝是最贵身的位置最正，三千世界又最广，慢慢在太监世界内按多个七宝它又最多了啊，广世界范充满七宝就最多啊，这现世界的福德当然多啊，七千师父呢佛福无量，抗多报复，人拿撇不紧讲的话来做现世纪的太前世报不是个福德之多。刚从前有人拿七个钱来布施供养佛，所获得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何况太前世界充满七宝，哦，今日嘅福德咁多，多都冇办法说啦。所以讲故人甚多，因此就讲哇多啊，甚多多多之极。七千师父嘅文师啊，出在《楞严经》啊。前人《楞严经》讲到最后啊，第二一盘不念三界，提出见哈。第二一盘不念三界以后，流通分享啊，释迦世尊就。有门讲话啊，也系中央按你嘅世间福德嘅布施啊，讲话嘅福德很多嘛。我南尊者当时答复讲，从前有人乞给钱来供养佛，就得福无量啊，何况是充满七宝，当然是啊福德更大了。所以这个乞钱师父嘅名相啊，出在《楞严经》哎。一个下了铺主教的人啊，释延法师、释延禅师啊，可能楞严经也读清楚啊，因为伊修禅的人啊，每天都要看楞严经，许愿罗和尚啊，一生啊，看人读经就读楞严经啊，讲人参禅啊，尤其参禅的人一天而读楞严经，参禅的人系唔读楞严经啊，即家出魔，即家唔啲。啊，所以楞严经天叫见天书见香港五十一魔，跟魔嘅现象、魔嘅情况，亦突出啦。啲咧讲话，如果三经有呢个魔经现前，世界上晓得分辨，就唔会出魔啊。所以唔读楞严经啊，小行小都出魔咩唔掂呢？啊，往往讲啊，受过有受神通嘅位放讲，终于未了不起啊，何尝是复出现啦？其实啦，普通一般嘅魔障。天魔都有个能力的，而且非常的啊，轻光态。你看楞严经的五十一魔啊，看个相问哈，相应该十种就可以抵得了。所以你要讲七千不是供养佛福德心态，也个名相是出在楞严经，是阿难尊者答复佛的话，讲话七千供佛福德就无量了。何况充满七宝，当然福德更大，所以抗多波福啊！何况哇，那慢慢太前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那个福德给天性多。嗯，而释菩提尊者讲到了，为了世界有这个正门解释，嗯，所以经文就翻译讲何以故？何以故是自家正门，所以主教讲又次正缘，正门。七家法门七家来解释讲，所以我讲福德安多嘅原因何在呢？施福德啦，即非福德心。是故而来说福德多，也是菩提七家解释嘅法。讲人嘅福德啦，所以用多字，
主嘅香港，所以我讲嘅福德多嘅人员在那边咧，而每啲人唔会约束呢啲讲，而不约束呢啲而论其福德之先，唔会只体现呢啲嘅生意来说明讲福德嘅体现啊，噶真是不得了啦，数穷万变，你唔会约福德先讲呢，只约香港。要不是个现象所得的思想福德来说明，这个乃要思修地上，乃要思修地上你，跟你是是你母一想哈，讲下啊，跟你是讲我都一不顺啊，管你的儿，这就是你母一想，没用意，没嘛个意思啊，没有嘛个意思啊，所以讲要思修给脱离，地就是脱离了，没有体验你地讲，没有整地讲，要思修地讲思想上该福德，思修思想，思想上该福德讲很多多啊，没拿这个福德心，没福德的体心，福德的体心是体验你地该模糊用语言文字表达，只拿福德相来讲，福德相只是师兄弟的眼神啊，讲清楚这个你是你没想没有那个意义啊，那就是习菩提答复该法哦，该三千太监是一个布施福啊，按多起波的布施个福德给天师清楚，莫讲真的啊，这个福德心只要福德相讲，这就已经不得了了，多多算不算很多了，也就演示过思想上该不是福德，这起状态下面是福讲的法了，根本上没加福言两件事啊，有人分不出不抵讲吧，下面是福讲的法啊，要福德多下面哈，应当是有福言两件事啊，就表达出讲下面是福讲的法，要不有人以此经中受持乃至西极期等为他人说祈福生彼，两个法以下哈，是释迦世尊讲的法啊，习菩提讲的法，就是说是故以来说福德多，你有方便哈，拿来用用银河啊，拿来做河诶，比如讲话习菩提念念是下面就用个银河一扎啊。等到个原来说福德多，福德多的旁边下面有九光上的银河一扎，按你当分得出讲，也是释菩提讲的法。若复有人以下的钥匙旁边当背后有一扎银河，表示也是南怀是佛讲的法，就不会搞他，就不会搞乱。若复有人以下是佛讲的法，人主教香港，只要修地上贴世间佛。不以此经出世之福为甚啊，言是转于此讲的啊，但要世间修地的思想上的福德来讲，那是贴撇要世间的福德来讲就已经清多了啊，所以可是你按多的福呢，不能老收持你附近的福相比，不以此经出世之福为甚，不当收持你附近的福德最为殊胜啊，故佛言要复有人以此经中以前所说无我畜生呀啊，不出相行事呀，佛不可以相见呀，法不可以言说呀，这样的一个脱离也是拿来重述前文了啊，所以佛讲话，你也晓得把金刚经前面所讲的话，以此经中啊，若复有人以此经中，此经指了金刚经，以当差事讲，差了金刚经当中所讲的话啊，晓得受持啊，在前面经文所讲，以前所说，主教讲，像前面的经文所讲呢，讲无我相、无人相的，这就是。啊，偷众神呐、啊，无我相啊，不出相行布施啊，又佛讲佛不可以相见，可以神相见以来不啊，乃至讲话凡所有相见是希望，法不可言说啊，
上面讲的道理就已经按属性按明了啦。一念相信呢，自行量数，天天奉持。一念相信，有内心神气，一念倾向的信心，自信心，天切心，两纳心修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天天复印，天是表示恭敬呐，啊，天天复印以奉持，啊，奉行金刚经所讲的道理，按你来数字，非全词，非文词。乃至 CGK 等，讲或者全部经文拿来数字，或者乃至最少 CGK， 一个法讲唔完啊。CGK 乃至 CGK 等，一个法等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好不？头头讲到一念相信，自信量数，天天奉持。天天奉持的法嘛，书上有一句话讲到天天复印，就是非常自身天天认真呐，把两个道理给你啊，表在心怀上，不会蒙失。所谓讲天天呐、啊，一个样式，也是按人中国人的习惯。彼此见面礼呀哈，表示安尼安那恭敬的虔诚啊，所以个参本方啊有讲强虔合掌，强虔合掌也是表示讲哇，先用中国式个强虔，然后用佛法合掌啊，是两方同时并进了呢啊，强虔合掌就表示讲哇恭敬到知气点嘛呢。天天奉持就拿个天天复印的话，讲我从个案里来奉持两部金刚经，奉就心受奉行，持受持不是念念不忘，安尼，非全持，非是不一听呐、啊。家庭能够把金刚经从头到尾全部受持最好，嗯，非分持，分是部分。非在经文的一部分来数字，莫讲话全部数字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乃至是抽掉词，家庭讲最少数字最少一数 key， 一数 key 就 CG 了 ，CG 为一数 key 啊，无论是五十四一 key， 七十四一 key 的 key 文哈，现在金刚经上后面有两数 key。以论起相嘅题材来讲，比如讲，有意识见我，严上求我，虽然行下拖，不能见而来，佢也系起。最后一切有为法，以梦幻泡影，以露亦以天，应作以是观，你也系起。哦，经文香港司机起啊，唔系只乃一数起。用意就是讲能够包括全部经的意义，你啊四句话就能够包括全部经的意义，给就按照四句去。一般认为讲嘛，就是最后个约束去，一切有为法，以梦幻泡影，以露亦以天，应照以是观，你啊约束去能够包括全部经的意义，所以讲最少乃至收持约束去四句。等一下，等于其他经文的任何一段啊，随便念哪一句都有讲太复的啊。不但是讲话去讲数字，且减为他人言说其意思，而且减低啊，亲自个个可能的范围，委托其他的人啊，讲言显说金刚经的内容的啊意义。其所指向的目标，所以讲并解释其个意义，所以经文讲为他人说，就是把金刚经的道理啊讲文凭人听，其所得福见身已毕，所得的福德啊胜过前面啊这个有相的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七波布施的福德两个千多了，胜求胜更加。求生过前面
用那个三千台钱是一个七八部是个福的多多了。扶持金世纪可以集身台钱不是之福。主给的意思说枪书纸一铺给那个内容世纪去的世纪法用板就能够转至属身到台前布施的福德呢转转的意思就能够转至身高的个台前去布施的福德安胎呢意味布施虽多啊但是世人有为之福总不能去无上菩提意思是这样可世间的福虽然清泰不是个福的虽然清泰也清多但是世间的福是有违法有违的福的呢不能胜过无违福所以不能去向无上菩提所以说出生不是神田福那只是神田做人的福的因缘并不是能够他神究竟神佛要扶持金世纪期等这一切诸佛之波神法神及诸佛无上菩提之法神无不穷是以神讲亚普经所讲的道理年少的修好将来神就佛国的波神佛因法神佛并且究竟真的无上菩提真觉所显现出来的究竟真觉的法神佛平常讲佛有三神法神报神因法神一神润神三神同时其中两所有的主佛究竟真觉统统从两部健康出来所以下面继续说明讲何以故让万殊师利菩提的福德安胎呢佛对释菩提说释菩提一切诸佛其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因为过去现在一切成就佛国的一切佛乃至成就真教的无上菩提的法门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就是神佛的方法统统从这金刚经上出来所以金刚经的福德安胎念言就错了面因为法身虽然不生不灭众生本来的烦恼所杂病显现不出所以下面这个主解方解释讲好者让本讲这个福德安胎呢众生虽然有法身法身虽不生灭以烦恼福祉之运众生有法身稍微移来藏他是本来的无名烦恼所杂避法身就显出来运藏在底部显出来智慧了知之现用把这个智慧来开拓来修行消除两个无名烦恼该法身就会显出来所以此间单善没有慧讲你阿婆金刚经单单善扬弥妙的八戒智慧以法身不为了因福所以才法身的脱离啊即就是了因的身的了悟八戒智慧能是以了悟无上菩提的念因由此能够消除烦恼所以有闻思去观照从观照就能真实相波翻一神万天所知而神就波神佛因法神佛而修六图万天有六图万天将能够四肢神就此经以没有慧陀没有恨亚普金刚经用迷妙的智慧两头修行的人修行这个迷妙的修行法门以波法不为神因福所以这个波神法神也有这个金刚经的脱离将能够神气得出来所以为波法一神的神言提供意思托生于太前波斯之福也因为按属身
所以胜过太前世界的福德布施啊。两日贪见闻非常重要，真不是修好把这个人呢、啊、发生错误，变成便宜空的一边，变成恶气空，这就有啊严重的错误了，问题就清楚。所以一方面了悟把这个道理，一方面爱去啊修各种的福德，所以六土万行还是照常修。而经文所讲的修持四机器福德就讲太，所以金刚经流传到中国了，非常普遍。凡是修学佛法的佛弟子，可以讲没有人不读金刚经的啦。无论你做乜嘅佛事，都是不离金刚经啦。哎，太六嘅丛林嘛，凡是有人做囚徒嘅功德啦，都是上金刚经。你做一日，一日也系上金刚经；三日，三日也系上金刚经；甚至七日、七七四十九日，都是一部金刚经。人人从那边呢，金刚经嘅福德殊胜。囚徒的功德心态最难是蒙扎的解脱。一个人言呢，有一个故事可以明白。宋朝啊，宋朝的范仲淹家的母亲呢、啊，先生母亲家没过身啊，家没过身以后呢，记载那个梦中啊，家没来托梦见，讲记啊，因为一生无修道，现在啊。在这个恶土上受苦，希望他组织五个人来修复，来破解，来超度他。啊，他见唔到一样办修复，诶，他心肝是安尼个念头，梦中是安尼个念头，讲挨唔到小物噶，假咩凡尘都在那里讲。所谓修复者，你同挨唱高神上金刚经就好，只要上金刚经。讲你现在受苦啊，你只要请出家人这个上金刚经，你就得解脱。因此，范仲淹就请了好多位的出家人来到自己屋下，自己做囚徒的功德，囚徒自己母亲就是上金刚经啊。当时人家问我，佮到底要修乜嘅功德啊？用就是同个上金刚经就好。转向金刚经啊，南外实坛非常穷尽，一开前前枪枪而发来超脱佢嘅母亲啊嚟啊啊！因为佢知神天只穷尽啊，感应心态，佢愿意个金刚经上下来，佢安抚啊，范仲淹就半梦见见面啊，现前来啲佢讲，哇！你晓得同来上金刚经的囚徒啊，我就得到半部的金刚经的功德，我已经升天了，得解脱。半部天天哦，唔系全部，哈、啊，上半部啊。我得半部的金刚经的功德啦，我已经解脱升天了。你要同来感谢嘅，同来上半部金刚经该位师父啊。哎，你想讲上半部，我应该都唔知上嚟几多见几多变嚟，有办法有半部嘅喏？啊，天意早晨啊，太家出报走以后啊，就向嗰度上见师傅感谢啊，啊，佢就先请问我各位师傅哈，啊，请问唔知要万人上半铺金刚经嘅，嗰条上见师傅被吓得面都青睇嚟，咁啊，大家都上一铺啊，冇人上半铺哩，吓、啊，有啊。也感觉到挺奇怪哦，我太家都一年多，一多就上一步，一多就上一步，头都没上头啊！我望人上半步啊，太家就感觉到挺奇呀。做乜佢按嚟闷呢？啊，俺要唔把个实际嘅情况讲出来，又想我阿门看哪一位同我上半步？真在个最焦前冇个时间啦，佢做下行，而家翻头时照出来，挨啦挨到做下做下嚟哦。到到太家开始爱相见，我就期待坐嗰位，期待期待嘅相见讲经嘅师傅身边，我停定念一半，到到念到前半部念出来哈，是经已不可思议，过波又不可思议，念到嚟半部念出来啊，
到你庄稼来礼拜啊，挨唔好意思反神，就你去做下啦。所以该班夫金刚经啊，系挨上嘅。佢唔神胆于来，佢就师傅娘嘅时候咧，唔得下台啊。太强啊！翻到讲啊，你又怕我接翻嚟哦？因为翻从暗室做太强啦，然后点会先讲？以上讲你阿爸唔点啊，而上到班夫冇上满一铺哦，怕我接翻嚟出强啊！佢唔止讲话嘅，你阿班夫就是佢嘅解脱演员啊！哦，佢佢非常感谢，马上就看住行业做下嗬，佢就停停入去做下，就向嘅人班夫见嘅嘅翻头时候，佢当你讲啊，感谢儿童啊，向班夫见啊，我嘅母亲已经解脱咧。嘅向嘅翻头时候，看到佢嚟当你一个，哎，摸摸摸摸，哎，你行业唔是摆摸摸嘅时间咧，嘅翻头时就停工走咧啦，停工就去啦。啊，向翻讲天人家务啊，哦啊，在空中显出观世音菩萨的相来，显出观世音菩萨。原来的翻头是在观世音菩萨化身，观世音菩萨化身来这个相班夫金刚经求度伽弥得成天得解脱。这就是讲身扎相见哈，必须凡夫啊，要升过多多了哈。既然唔系讲话追究个相班夫见的人，而是要请个相班夫见去骂人啊，你哈，结果不一请出来。原来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化作梵头时啊，来这个扶持这个土场做爱护啊，对诸梵本该的出家人士，该头出家人也是相当有福的啦，相当有修为人，相当有福的。喺无量般的到观世音菩萨化身啊，来诸梵不也是诸财不也是呢？啊，可见该头相见师父也就无简单，无安容易的事情了啊。所以家看到讲观世音菩萨化身来向班夫金刚经求度伽弥的解脱，佢非常欢喜。因此，就佢嘅相应嘅土场嘅地方哈，后来就拿来建设一间佛堂。嗰间佛堂啊，供养观世音菩萨像，就按照摸摸眼，摸摸眼。因为观世音菩萨化身来做饭头哈，做饭头来对佢维维持佢嘅相应嘅功德嘅土场啊，来扶持。最后佢去当里嘅时候，啊，摸摸摸，摸摸拜摸拜，摸摸摸摸就停空啦，停空就在空中显出观世音菩萨像，所以该只地方佢就拿来建筑一个佛寺，按照摸摸庵纪念讲话，观世音菩萨化身啦，来地上颁布金刚经，超度伽弥的解脱，所以因此，建筑一个摸摸庵嘅土场。讲个故事啊，乃在。初出家出十三行啊，倘若和尚讲的话，哎呀，莫去，那我去看，不过后来看《金刚经》啊，连一六都不有了。也就是现实讲话，唔但想讲话，全部跟数字的功德太，数字半部功德也安太，是一起福德也安太，所以由此可见哈，佛法不可思议啊，莫讲话。能够全部受持啊，受持一几两几福德也心态也不可思议。所以我讲法华经的时候曾讲过啊，有一个王氏妇人，每日诵法华经，啊也个师五个啊，师五个啊，平常时诵法华经的时候就奉茶一杯水，有一日奉茶去啊，佢多多诵到强连法相、拍连法相、法术相、高术相，诵到个几句，佢就谈到个几句。该当时五年太地都没读书啊，可是五年当然也就没读书。唐道也上个强连法相、拍连法相、法术相、高术相，就唐道也司机也不可以做个停救啊。唐道也司机从此以后每年也来司机，强连法相、拍连法相、法术相、高术相，年年年年。后来也个是五年过身以后啊，给埋葬的蔬菜的盆墓上啊，开出强连法。开强连法，想想按奇怪，我有强连法、六体连法都唔是有嘅。慢慢就佢挖一开了呢，发现呢个强连法嘅根啊，嘅来源啊，就从一个干木，在干木坑啊，地背度坑出来。啊，啲干木打开了看呢，个强连法呢，从一个灾坑出来，从四五个灾坑出来啊。所以由此可以明白哈，佛法是不可思议啊。老力的施言法绝对是不重要，年通力的施言法没力的作用啊。所以金刚经的众人修持四机器，
福德也是不可思议。所以平常习惯上哈，一般人尤其做投资的人哈，你来做那个股票市啊，来送账，那个发银行啊，往往都会念那个一切有违法的司机去，也有按那个意思啊。啊，这个用意也有老的嘅经文所讲嘅，乃至收取司机期的啊，嘅福德因缘不可思议啊。所以原始之故，两福经嘅功德太太在那边呢，因为啊，一切诸佛，切诸佛昂要堕落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统统从两福经出来。所以，把这位诸佛之母啊，啊，要修持。这个把这个真空的脱离，障人叫神佛，只有佛法障讲空啊，任何学术都不敢讲空，只有佛法障七代说明了个空义，因此之故，一切诸佛及神佛的方法，完全从两部经上出来，就是从把这个智慧上出来，从把这个妙智上出来，一个魔把这个智慧不能神佛，所以。太子突然讲啊，五土以忙，八戒为陀，菩萨修六土啊，不是直接拥有金金上天像那个脚样的啊，也没木主，八戒就是木主，八戒为陀，八戒像两轮木主，两头跟五土修行，这样能叫，所以前面五土二有八戒，这样能叫按到波罗蜜，不是黑魔八戒不能生波罗蜜。世间魔法这也不能成波罗蜜，三天魔法这也不能成波罗蜜，有把这张成波罗蜜，波罗蜜多必安完全靠把这个作用，所以因此之故，依法修好功德其太。就下一这个看主解啊，主解反过来讲，人所谓佛法从此经出者，若师弟有你。你啊，也是拿世间人事、世间法来讲，个哦，佛法从两部经出来，拿世间法来用按你嘅方法来表达你嘅佛法。要以体验你的呀，求以明悟圣法之相，了不可得。在真心立体嘅体验你的嘅真理上，求明也不可得，求悟也不可得，求圣也不可得，求法也不可得，明悟圣法嘅假象统统不可得。也就是讲，真心离体，真理本心，莫明悟，莫圣法。因为有众生障讲有佛，因为有迷障讲有悟啊，所以有圣障有法，有法障有圣，也都是对胎法。把这没有理是七代是七胎，没有对那个，所以都不可得。即非所谓佛法，穷是尽出该。就唔会按到所谓佛法会从入部经上出来啊，这本来无所出嘅嘛，从此经出就方便嘅法，引导众生趋向菩提嘅法啊，并唔系讲话实际离体啊，也系暗嘅啊，也就是佛事门中啊，一法不杀啊，在修好佛法嘅门路中。一法都没啥理啊，看真心理地方一法不可得，所以经文就下去讲啊，众人讲一切佛并佛法皆从此经出，他呢最后佛对释菩提讲，释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哦，也把这个道理就是随讲随说，讲以为直插。不过你啊，就佛意思哈，唔好拿来看作唔系啊，唔好看作个唔系佛法，个佛法唔系佛法，佢就颠倒啦，佢就变成似你想为。关于这个道理哈，先把一个主解方嘅解释先讲听，将来再过说明。所以人觉经云，一切以来人觉妙心，本无菩提，却以涅槃，亦无神佛。岂不神佛？因此之故，人觉经上有讲，讲一切究竟真觉嘅佛觉嘅如来所证嘅人觉微妙嘅心地，人觉就人满觉悟嘅究竟真觉嘅理体啊，参入嘅微妙嘅真心理体上，
本来无菩提好德，也无涅槃好德，也无成佛，也无所谓不成佛，也都是对待将有所谓佛与众生真心理理行本来意思，无所谓菩提，也无所谓涅槃，当然也无所谓生死，也无所谓烦恼，也无所谓成佛不成佛，无两条差别相，一切平等，真心理体一切平等，无两条差别相。此之以不得菩提，终之以即非佛法。开头经文上讲，菩提唔系有所得。究竟多两位经文高良先生最后讲，佛法者即非佛法，前后互相照应。前面讲菩提不可得，两位讲佛法非佛法，以根之一名义，根个种子比前面所讲的道理更加明白了。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也就非是莫做否定词啊，莫看作唔系，莫看作唔系佛法，佢就变成自然行为啊，即个打是个啊。既然系佛法，又咪唔系佛法呢？所以金刚经上有道是啊，不能就是解释，就是解释要发生差误。所谓讲佛法，那一生究竟的佛法讲，究竟真讲讲啊？喺哪里前面所讲的真理讲啊，无佛法可得嘅脱离来讲，无两个差别相，无差别，真心平等并无差别，为之非佛法。平等平等，并无差别，一切法本来也是，并无差别相，那是平等相。以平等看，佛法不可得，众生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当地是秋黑本来也是，并无差别，为之非，要平等法讲。再要差别相讲，前面讲一切现身皆以无为法，有差别是。修真概念整个前程有差别，因此在佛法中哈有许多的不同的法门，详细多到百万四千法门。简单讲，三圣五圣啊，有声闻法，有眼觉法，有菩萨法，俩系唔系佛法？声闻法系唔系佛法？人觉的声音引人流转反面是不是佛法？菩萨的肉土万行是不是佛法？要讲一讲统统都是佛法，要查遍一讲各有各的境界，上文人有修行整个上文人的境界，但是这个目标只懂阿罗汉，阿罗汉还不是佛，所以上文法还不是佛法。我晓得谈哈，声闻法还唔系佛法，还唔系到究竟成佛嘅法，啊你解释，还唔系到究竟成佛嘅法，佢只能到阿罗汉嘅境界，唔系究竟佛果嘅法。人觉小流转凡咩嘅声音引人啊，真别其佛果啊，人觉嘅法系唔系佛法？若人觉当地嘅真别其佛。因人之团见时法失去除了一部分，还没究竟满有成佛，所以眼觉法是眼觉法，也不是究竟成佛的法，满都究竟成佛的法，所以眼觉也满是佛法。该佛法自一佛身，佛法自一佛身，就是后面经文讲为法胎生杂色，哎，菩萨法为法最上身杂色，那就是最上身，最上身是究竟一生佛法，究竟一生的佛法。所以所谓佛法者，佛法指究竟佛法，非佛法就是指其他的法门啊，往往都在究竟佛果的法，往往都在究竟佛果的法。百万四千法门，门门皆可入脱，都能起证到究竟佛果。但你盲有法觉初心，无法菩提心行菩萨道的圣人，就不能达成究竟佛果。所以修学佛法，盲达成到最上身的境界，
该就很忙黑佛法，所以该悔莫看作唔黑，如果系看作唔黑啊，就会发生惨误。简单讲啊，佛法嘛是人觉悟嘅法，觉悟嘅法，佛法就是是人觉悟，唔黑嘛该其他嘅奇奇怪怪嘅法。唔系像个相公哈，攀法唔上，朋友讲啊呜啊呜，唔系介种法，唔系介种法。所以有人往往讲到佛法无边哦，个哦个佛法神通讲太哦，佛法无边哦，几个法嘛都拿来看作现神通啊，像张天师作鬼嘅安尼嘅法，个相差千人，佛法唔边个安尼东西啊。所以佛法就是使人究竟讲悟。你能究竟讲悟，你就能够体证佛法。所以所谓佛法这即佛一佛法啊，因为其他的法还完全多他究竟正觉的境界啊，完全多他究竟正觉的境界，该就完完完系究竟佛法啊。所以这个佛一佛法的佛呀，唔好拿来看作唔系，看作唔系哈，就发生产物。所以讲，其他嘅法门万前都太究竟佛果，就盲系佛法，看作盲系啦，啊，还不是啊，还盲系，唔系讲唔系，讲唔系老盲系冇咁样哦，一分清楚。所以所谓佛法即系即回佛法，金刚经听到按你嘅真理哈，啊，慢慢去体会哈，咁样就把你嘅高梁先生讲出来，下面提示你，谈提示你嘅道理啊，留下次再讲。